今日要来煮这個，明仔载要煮啥？韭菜花、绞肉，还有这豆豉、黑豆、硬豉，然后煮苍蝇头。明仔载有啥物叫做苍蝇头？明仔载？唔知。因为有豆豉，豆豉，伊啥物乌乌一粒一粒是啥物？较怪啦，你家己爱看手机啊，镜头里底，莫乌白拉，好。是毋是一粒一粒？哦哦，是敢餐用的头，嗯，这就是这名的由来。这一道也是一个很下饭的一道菜。这煮了差不多加一个几两碗饭。先把蒜头切末，再来这菇菜花，把切成小小的，跟豆豉差不多一样大小，大概0.5公分吧。这人唔敢食菇菜花的人哦，这顿的用的应该。真好吃。好，再烧开了绞肉，先嘛先来欠汤。即嘛鼎烧啊，放油落。烫的料，来，看蒜头落，蒜末，小火，看味道，再烧面烧一下，再来放绞肉落。肉要放偌济是大人个嘛，爱食较济肉会当放较济。五磅。肉放落就当切啊大一点，肉较袂少。甲肉炒香了，等下来放豆豉。差不多有迄个拢翻白色啊，来放这豆豉酱。好晒啊！有个人想放焦的，我是讲放这個较有味啦，就免放豆油。嗯。当搅拌上重要。加炒汤。刚放一寡水，互伊焖一下。哦，香哦，飘起来啊！一点水，一点啊，好，无惊伊等下会袂熟。这因为这是一种较大的菜啦，袂当伤重。焖一分钟。好。好，你等的时阵。来先来切辣椒，因为若一寡咸的嘛较下饭啦。啊，惊伤险的，煮得莫落。看个人，你用迄朝天椒足险呐，啊，点一寡煮起来，煮，这来当自家煮。嗯，一寡煮起来，惊伊伤险，嗯，一寡煮起来，好，即嘛差不多好。好，来。好。
哦，都较香哦，要求香。这时阵会当放韭菜嘞。哦，这若无互你出去摆一担来卖吼，真正外口的人拢无通好食到遮好食啊。这足简单嘞，所有的妈妈拢会晓做，这也免啥物步骤。辣椒落去黑个。若要小可搅发汤，会当弄点仔水，咧搅。啊，正常是较无咧搅，咧直接做，安尼食。就真无咧搅啊。直接安尼食。我想遐咪，想遐咪，食到拢会流汗。啊，拄放落较袂啊，你从尾仔放个留一下较袂，你若是一开始就下落，伊辣椒伊就会释放啊。啊，你若拄最后才下，伊较袂迄落啊，失效味道。放鼻，可以加一点盐，因为酱色一定有够啊，卖个放豆油啊，卖个放豆豉啊，啊最后让加糖综合盐咸度，这盐无落啦，这背面盐无落啦，再这糖两点啊，好提味，糖时啊盐无落啦。炒一下，然后伊韭菜花色就好啊。炒好了啊，韭菜花还袂落哦。落啊。哦，我想讲还袂落咧。我讲让伊色。我想讲，青青的明明是韭菜。哎呀，你当时下落，我也无注意。有啊。我下啊。好。好啊。最后放点仔香油。啊，另去韭菜花当用较济啦，无去看下拢全肉无菜。啊，就多少一双尔。好啦。好，结束。好。这个好来哦。看有水无？水啦。这特别紧的。你若惊爱食遐个辣椒，会当较紧放啊。啊，若是惊食遐个，会当最后再放落。伊个辣味还袂释放伫肉内底。哦，我做兵以前。哦，最爱食咸的，做冰天完了就坏啊，就解啊。对，这咱配几两碗饭。好、哦，水哦，一较光，好，开动了。